掌声。接下来我们要演出的曲目是《天使之梁》，这是一首雅俗共赏的圣歌，因为旋律优美而受到世人的喜爱。作曲者巴朗克是19世纪法国的作曲家。歌词的意思是：天上之梁成为世人之梁，天上之梁满足了所有期待，何等奇妙啊！贫穷谦卑的仆人竟可享用它。前几天，萱萱学姐的妈妈离开了这个世界，我们大家听了都很难过。现在我们要把这首曲子献给她，愿她在天国得到安息。现在就让我们来聆听这首庄严的弥撒曲《天使之梁》。